12月8日某活动现场，佟丽娅带来歌舞表演《远航》。照片中的丫丫如同敦煌壁画上走出来的仙女，怀抱琵琶，莲步轻摇，翩翩起舞，迷人的舞姿更是美得不成方物，美进人心里，让人不得不佩服其扎实的舞蹈功底。网友更是纷纷前来围观并鼓掌赞叹，丫丫真的好美，真如仙女下凡一般，丫丫简直就是我的仙女姐姐的呀，一笑倾国倾城，也就是这样的容貌吧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